28, 29.那其实跟球球特别的像哦，欸，这边有二棍呢，要不要买啊？其实我觉得50块的你都可以先买起来。因为其实要怎么讲啊？前期就是靠一些低端的去保啊。那有四等金的方式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是今天比较强吗？剩下我就演示到这边了。其实我觉得不管输赢，就是你一样会有经验值啊，因为你可以随时这个。所以其实这种游戏还蛮 free 的。